连续两年担任代言人的夏雨乔，穿上白色纱质性感洋装，好身材展露无遗，现身当一日店长，和粉丝们见面。夏新款嘛，所以夏天一定要凉爽，凉爽跟舒适是最重要的重点。是，回到记者会上，夏雨乔大方展现美胸，对于叫卖很有自己的一套。她还特别研究了内衣的味道，平日的鱼子酱高价不敢恭维，但穿上萃取鱼子酱的内衣也是另一种疼爱自己的方式。鱼子酱在节目里面师傅有用过，可是我自己本身从来没有点过，真的，因为我知道很贵。对，太高级了。不对，就是因为夏天的关系嘛，春夏款，所以一定要有舒适跟凉爽的感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衣服就是内衣的材质可以有鱼子酱跟海藻的东西在里面，没有错。然后其实不瞒各位说，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就是介绍里面这样写，我还特别闻了一下内衣。身材瘦瘦的夏雨乔，其实对于健身很有自己想法，不过都是尽量选择免费的方式，包括上网买哑铃，甚至找免费的专业健身教练。其实我已经现在比较少去健身房了，因为健身房人很多，然后所以我现在都是在家里自己做运动。对，其实只需要一个瑜伽垫，然后我自己买了一套，在网络上买了一套可以自行负重的哑铃，就是它是哑铃，可是因为你可能一个动作做久了，你会肌肉会对习惯，所以我就会自己负重，然后让它就是一直变换动作。那其实动作非常的多，运动时免不了大汗淋漓。夏雨乔更重视的是材质，尤其是夏天，拥有凉感纤维的内衣，让自己穿得凉快又舒适。大朵花卉蕾丝，花纹细腻，还有薄透感，粉嫩的色调，让爱美的女性穿上就会优雅的变身。Now News 新闻，林天安，徐雅纯采访报道。